今天来推荐我的小号啦，它的名字叫做，希望各位爸爸们能订阅，因为我也订阅了。好啦，现在说一下我的近况。最近我非常无敌的忙，因为我要做功课。今天已经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了，我的功课还没做过呢，所以呢，现在我要赶着做功课。这个星期内我可能不会更新影片了，可能也会更新一两条影片，如果到了假期我就会狂更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给你们说一下我的心事，这是最近我的粉丝都没尝过，我真伤心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好了，拜拜。